Wake up! Wake up! 得闲冇嘢做，等我睇个留言先。Ahoy！ 等我睇下有咩留言先。哇，原来已经8512个观看次数啦。哇，仲有好多赞添，虽然仲有10个 dislike， 但不过唔紧要啦。哇，啲观众仲好友善咁提醒我有咩做错添，哇，真系好人啊，啲观众。提到人睇外挂，先头一波，下把继续拼，冇问题啊。主播影片中有音量不同步嘅现象，声音比画面化，之后会改善噶啦。多谢提醒，多谢提醒。你应该边睇佢直播边。打 iPad 俾人打，感觉音效太嘈，建议剪片时调整一下特效声音，冇问题啊。请问你有问过叔叔可以用佢直播画面吗？梗系有啦咁。如果只系撞墙嘅话，尽量唔好 FT 吧，咁样会好易惹人误会。多谢你提醒，下次唔会，下次唔会。音乐真的很嘈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 ，YouTube 其实可以教大细声。如果你唔知咧，我可以教你嘅。你睇下，点咗？系咁揿都得，你想点玩都得。三秒喂，为啥要标记误导别人啊？音乐又够难听。成只肉都烂。问你又有几好？啊，不时含会嘴，俾正义使者赞先得。整得烂不给说，嘿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退出群组啊，因为我觉得你呢个群组系好不健康嘅。